老花一每日一答，回答大家臭宝的养花问题。第一个臭宝说：“救救我那牡丹花好吗？”关于牡丹，我要跟大家伙说几个事儿。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，南方的花友尽量的别玩牡丹。你要真喜欢那种花的话，你玩个芍药。牡丹呢也叫木芍药，明白吗？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？尽量的地栽，就是北方的花友可以地栽，南方的花友你玩不了，你尽量的别玩这个东西了，趁早散了吧。啊，盆栽啦，你想牡丹几乎是不现实的，因为它是需要春化。什么叫春化呢？你像你们养过这些个绣球的，你可以理解为叫老枝开花，你养过种球的，你要知道它叫春化，就需要休眠，第二年才会开。如果不经历足够长时间的低温春化的话，第二年是不开的，明白了吗？玩芍药吧，盆栽你玩个芍药就行了，牡丹你别寻思了，就这个事儿，你让我救，那我救，我给你种地上，就在山东这种地方种地上不用管，明白吗？真的不用管，靠天吃饭，又耐干又耐旱。下个臭宝，帮我看看这个盆是咋回事啊？山东青岛的，是个橘子，你说又想马儿跑，又想马儿不吃草，也不施点肥。农村养花，我在也有农村的一个小院，就有花粪池啊，对吧？说白点，用土话说叫粪坑嘛。那个常年的那种老粪坑，撇点嘎嘎浇啊，你不能一点不浇啊。还有一个呢，这种是缺过水，长时间的缺肥，然后偶然一缺过水，它就会大面积的落叶，之后呢你看长出来叶子又白白的黄黄的，不是那么绿。还有一个呢，就土盖的厚，盆用的那个不透气，也闷了根，方方面面都不好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基本上你就别寻思了，你想养回原来的状态，没个三两年的功夫不现实，而且边上那些都干死了，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这一小枝上了。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洗根换土，重新把所有干枯的枝条修剪掉，或者是换花。下个臭宝，夏威夷椰子这个样该怎么救？跟花友们说过很多次啊，拍完整清晰的照片，发视频问的时候，发图片的时候，你就光给我看下边，你下边那个都已经黄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对吧？我大舅子结婚了，他跟他前女友黄了，他前女友怎么救？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我跟我大舅子都没关系了，快！你看你这个不一个道理吗？那上面好就完了呗，过得好就行了，它黄呗，懂这个事儿就行。而且这个是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？长时间的往里边有积水，明白了吗？你上面好就行，你别老是注意那些细节，注意那些细节有啥用啊？找对象去，你他六个脚趾头我相不中，那你得找事。下个臭宝，幸福树干枯，剪啊，它哪里黄嘛剪哪里嘛。没看那个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了，哪里不会点哪里吗？他哪哭打哪儿，修理哪儿啊？他黄白什么办法？这黄叶子咋的？剪只能剪。一般什么原因？长得多了不就黄了吗？你跟我啊，老阿姨，你看白头发咋回事？你看，我跟你说，要是我大舅子那样事的都谢顶了，他肯定不长白头发，都掉秃了，他还有白头发呀，对不对？叶子多的黄俩很正常，不用过分的担心，适当的给上一些肥料就行了，把那黄叶一剪一修理。下个臭宝，我是您的粉丝。麻烦看看这个绣球咋的，谢谢。哪咋了？你看这花友们好多都注意细节，你一盆挺好的花，哎，上面有俩叶不好，就问你老阿姨这个咋了？哎，我天，你说你们家过好好的是吧？这个花也好好的，就那俩叶不行，你非得来问。一般这种就个别的叶子不好，就掐掉就行了，这个没什么别的办法。然后呢，你像咱们地栽的臭宝呢，你到冬天的时候弄点石榴合剂。而且木绣球的耐碱性比较好，你可以用一些个类似于那种石灰之类的，好吧？就是主要是为了杀菌嘛，你别用石榴合剂和石灰那些个呢，你用点多菌灵，明白了吗？下回该浇水的时候稍微浇一浇，把它树底下那个搂一搂，露出来表面的根系，适当的覆盖一点那种粪肥啊，是吧？周边的杂草稍微清理清理啊，防止传染一些病啊，不好的叶子掐掉就行了，别的没啥。下个臭宝说该咋修剪啊？修剪还不好剪啊？你先把下边的我给你画圈，下边的剪秃我给你画杠，上边的剪掉，就是我给你画一下啊，画了一下，你把下边的这些个所有刚长出来这个绿叶叶，我给你画圈的这个全部剪掉，然后呢来一剪刀把上面剪短，看到没？上面给它剪短就行了，这不就行了吗？还怎么？这不很好剪吗？好了。别的没啥了啊，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。其他有问题呢，一定要拍个完整清晰的照片，别有强迫症。你比方说这不是茉莉了，你这叶子长得好好的，你非得研究那个黄了的，因为你们两口子过得好好的，你非得研究你那初小学同学，你咋了？不开心了？别那样啊！我老怀疑，我就那一白了臭宝。
拜。嘿嘿嘿嘿。